阿爷在佛历2557年9月14日，即是上个礼拜日，死撚咗去上水宝剑路18号，过个有耶稣教安贫小姊妹会管理嘅圣约瑟安路园。事关果树有个爱心园游会，即是 SLD 故意月下火嚟刮你啲银子嚟做善事啦。阿爷老祖就向狮子银行襟咗5000咸窿银子，仲要 call 埋八婆、七姑娘、六姐、二婶、拉大姨妈，齐齐倒塌咁早就死撚咗入新界，个个都满咗耳归，唯独阿爷就凉就清风，放返晒啲银子入银行。阿爷话：睇见果子收得需政府资助嘅老人院就把撚几火。点解呢又？阿爷话：果树起到成间三星酒店咁格局，成十几尺楼底，几乎连屎塔都装埋冷气。我个地盘老细路阿巴喊，阿巴喊就串阿爷：死老爷，依家兴劲老阿玛，你家基都成88岁，大吉利是讲句，将来都可能要喊过啲地方瓜老亲噶，整好啲俾你班烂坦坦，有乜撚嘢唔好先？点知就辣兴咗阿爷，俾阿爷一轮嘴丢爆。你只卜街仔阿巴喊，阿巴喊响 Hong Kong 要读屎片噶，咩停地方系起嚟俾勤力嘅人住？噶咩？唔该你只卜街仔阿巴喊，阿巴喊餐饮餐食餐餐清，一毫子都咪捻留，连家基住嗰层楼都咪够买。一世 mouse 响 D 由纳税人起俾你住嘅楼，屙埋成班仔女，就由得佢哋有爷山冇乸教，有乸山冇爷教，个个都学你阿巴喊，阿巴喊成世做社会垃圾寄生虫。如果唔系点捻样符合圣约瑟安老院果挺贵族老人院嘅资产家庭状况要求？如果你是勤劳的人，后生果屎识得储埋银子嚟买楼买股票养老，有责任感去买家基住的楼，唔鍾意受人恩惠，俾心机教仔女，等佢哋成班都是大壮师、医生、建筑师、会计师，果挺老嘢依家就只能够住果地方私人安老院，又或者要焦炭自尽。讲开又讲，阿爷话过个安贫小姊妹会都唔系几信得过噶。阿爷话响佛历2521年秋天，港英政府开始每个月发放100咸窿高龄津贴俾班老嘢买嘢呀。嗰时圣约瑟安老园仲响牛齿湾。班修女见有水头，就老屈当时住响树果300几兜老嘢，减硬扣起85蚊出嚟，话要补咗营运经费。搞到其中13兜老嘢，佛历2521年9月29日礼拜五，叉住横额去对面海铜锣湾社会福利处示威。嗰班修女自死死地气汇水。不过事后就攀扯带头果班老爷，其他人最后咪又系要自愿捐返晒果85咸窿被耶稣教会。